收看华尔街大师，我是詹璇。一号我们来看到今天是2016年的最后一个交易日了，台股市现货呢中场涨了100点，收在9253点，不过量能是561亿，那期货涨了81点，加差来到了8点。行情怎么观察呢？还有明年趋势怎么看？我们请到专家的华信投顾张道文分析师。道文老师好。主持人好，三立投资朋友大家好。好，那我们看到今年算是说封关日有收一个漂亮的100点哦，那行情怎么观察？首先 Happy New Year 啊，恭喜大家了。那今天的封关也完全如大户筹码的预期啊，那再度的一个完美的封关啊。那当然了，今天是封关日了啊，那马上就迈入了Next Year 啊，明年新的一年。那这个地方不仅恭喜大家 Happy New Year， 同时也一再一再一再的跟大家报告啊，那大户筹码城市交易也真的。这两年多的时间，很感谢所有全国三立投资朋友啊对我们的支持啊，甚至这个更聪明的投资人啊，先抢先赢啊，先抢先赢。那整整两年多的一个服务，那今天要正式跟大家报告啊，今天大户筹码啊年底正式的一个 ending， 今年是倒数最后一天了。啊，你想要拥有大户筹码，今天最后一天，你不要等下礼拜啊，1月3号啊开盘了，哎，大户筹码啊，抱歉啊 ，stop， 好，这个好的东西，我们再强调，数量有限，时间有限啊，不能无限制啊，是吧？那也很啊，感谢大家支持了。啊，风风雨雨过了这么多年，远的都不要讲了，我们就光讲这半个月的大户筹码的操作啊。从12月16号一早8:46，我想全国的投资人都可以帮我们做见证了，甚至我们现在赖的团队啊，大户筹码城市交易，你加入赖的团队啊，现在人数已经快达到800人了，都是见证。这半个月操作大家亲眼见证，连我们赖的团队都可以分享重要的讯息。12月16号全国投资人好好麻烦擦亮眼睛啊。12月16号一早，礼拜五，半个月前一早，导播麻烦拉近一点，时间很重要。一早开盘9:02，大户筹码9370转空啊。今天大家我们思考一下，金融市场获利操作的关键是什么？尤其在指数操作，你不要搞错了，很多人走偏了。我们看到台面上很多卖软体的老师走偏了，把自己当神，把自己当算命仙一样的，每天跟你预告未来，每天跟你预测未来多空，你在算命啊？每天跟你占卜，每天带你算命，不需要。我们一再强调，获利真正的关键是什么？你要的是什么？获利真正的关键就是每天开盘你要能够掌握大户一手的讯息吗？获利的关键就是每天开盘你要第一时间迅速的掌握大户一手的讯息，大户到底是进货做多还是出货放空，那你要赶快跟上，这是获利的关键嘛，而不是每天盲目的在猜未来的多空。哎，郭台铭下周要做多做空，是你猜得出来的吗？懂的意思吧？第一你猜不出来，第二你也不用去猜，何必呢？你猜得到吗？啊，郭台铭下礼拜到底想多想空，你猜得到吗？完全没有意义。你今天猜得到，郭台铭就不是首富，是你是首富了，对不对？所以人不要做痴想，不要狂妄自大。今天你要成功要获利，很简单。我们的财富有郭台铭多吗？当然没有。那很简单，你郭台铭干什么你就干什么嘛。大户在做多，你就赶快做多，第一时间赶快跟上。不要啰嗦，大户出货放空，你第一时间赶快跟着放空，这就是获利的关键。那今天电脑程式的功能就是
帮助你由电脑精算嘛，由电脑程式开盘来计算大户的多与空嘛，让你每天开盘第一时间掌握大户的讯息，掌握大户的多空嘛。所以开盘定多空，快速拿元宝，这就是大户筹码程式交易的功能嘛，而不是每天买一些软体，买一些旧式的软体，每天还在搞技术指标啊，还要上技术分析的课，然后买一些软体回家以后发现每天就是箭头一大堆。你每天买那么多箭头干什么啊？箭头每天忽上忽下六七个七八个，搞得你神经错乱，钱也赚不到嘛，因为你没有明确的方向嘛，没有明确的讯号嘛，你的软体打开每天箭头就是六七个七八个，那能看吗啊？每天箭头六七个，甚至有的软体一次同步还要看三条线哦，三条线还多空还不一样，甚至还要看六个图，六个图多空也不一样，甚至有的软体更夸张的，多空关键价还要你还要和软体还要会员自己去算，自己去看多空。所以说穿了，今天你买了很多很多很多的软体，讲白了每天箭头一大堆，每次要看三条线，每次要看六个图，每次还要自己算关键价，搞了半天盘中永远什么没有明确的多空讯号，所以你每天都在猜谜晚会，每天都猜未来的多空啊，你当然不可能赚钱嘛。那今天大户筹码它的功能就是由电脑程式来帮你计算，来开盘帮你掌握大户第一手的多与空，开盘哦。所以说我讲今天程式交易的时代，每天重大的关键转折在九点钟前后已经多空确立，而不是每天很多软体还搞到十点十一点还在那边跟你算多空，那你不要算了。所以今天程式交易时代，你非要有一套好的程式交易的工具吗？时间有限，最后一天远的不讲，光拿这两个礼拜，对不对？光拿这两个礼拜，12月16号8:46一开盘8:46，9370就是空啊！所有全国赖的团队啊，现在已经高达快要800人了。12月16号一早9点钟，你同样分享到大户9370转空的讯息吗？你说这个讯息重不重要？明确的给你是明确的讯息，不是每天跟你谈支撑压力防守关键，讲那么多没有用，每天箭头一大堆，很多软体买回去每天箭头七八个干什么啊？射飞镖啊！你要有明确的方向，开盘定多空。所以12月16号一早8:469370就是空，所有赖的团队同样分享到这个重要的讯息，9370一路带你空下来。12月19号9:209310再空，20号开盘9点钟9261还是空，21号9:049262还是空，22号9:479182还是空，一路空空空空下来，全国投资人杀到9088，整整重挫将近快要300点的行情，连赖的团队对不对？12月16号一早你说说看，所以你拥有大户筹码的讯息重不重要？两个礼拜前你不知道大户9370转空，而且一早开盘你也得到这个讯息，9点钟哦。那有软体的投资朋友，有软体的用户，8:46一开盘就知道空了，一路空下来将近快300点，一路空下来一口将近快要60000块啊，5口就30万，10口60万了。年终奖金红包自己发，老板不发你自己发，轻轻松松掌握明确的方向，开盘掌握大户一手的讯息，而不是买一个没有用的软体，每天箭头一大堆干什么？比箭头多啊，箭头多有用吗？你要的是明确的方向，而且这个多空是要由电脑程式来计算，不是你自己在那边算，不是自己在猜啊。很多软体多空是自己在算啊，我讲很不客气，郭台铭到底下周多与空你算得出来吗？你算得出来今天台湾的首富是你，不是郭台铭。所以不要去做没有意义的事情嘛，你把自己的本分做好嘛，
今天金融市场我们就掌握大户一手的讯息嘛。坦白讲，这就是金融市场合法的内线，你懂吧？大户筹码的转变是市场上谁第一时间掌握，谁就是赢家嘛。这算是合法公开的内线嘛？合法的内线嘛？对吧？我们不是做违法的，违法内线我们不去做。这个是大交易由电脑来算嘛？今天的是对吧？时代是谁的速度快，谁第一时间掌握讯息，掌握大户的多空讯息，谁就是赢家嘛。那我们大户筹码就是帮你做这个事嘛，不是每天带你做梦，对不对？掌握大户一手讯息，不是不要你去当算命仙，不要你每天在预告将来，在猜以后，不需要，我不需要算命啊，对不对？十二月十六一早8:46就空，9:089355还是空，9310926192629182一路空下来280点，杀到9088，是不是？所有全国赖的团队清清楚楚都跟可以帮我们做见证嘛？这个是在赖上面的记录啊，是不是？这能造假吗？一早9:02，你一样分享到9370转空，12月16号一路空下来，对不对？重挫大跌200多点。那今天你是我们赖的团队也好，你是大户筹码的用户也好，从9370空，你会跟你的老师一路做多做多做多吗？前两个礼拜你的老师一路跟你预告大涨做多，每天预告大涨做多，你一路做多一路停损，赔了200-300点。所以预告都是假的啦。今天来金融市场，你不要吃想去当算命仙，不是每天在那边占卜未来干什么，不需要。你把当下大户的动作掌握到，然后跟上就好了。跟紧大户的动作，9370一路空下来280点。来，最精彩的，12月26号 ，Ladies and Gentlemen， 全国投资人，12月16号一早啊，几点几分？8:46啊，导播麻烦拉近点，9106多啊，全国投资人来。所有赖的团队再帮我们做一次见证了，全国投资人你亲眼见证，你现在加入赖的团队一样重要的讯息你同步分享，从12月16号9370转空一路空下来之后，到了12月26号啊，一早9:05啊， Ladies and gentlemen， Good morning， 大户筹码短线9106，全国投资人9106转多，你告诉我，今天连我们赖的团队，从12月16号9370带你一路空下来，重挫280点，到了12月26号一早又是9点多，一开盘没多久9106转多，你会去放空吗？到今天呢？到今天呢，9282全国投资人又涨了快要200点了。这两个礼拜，全国投资朋友、大户筹码用户，从9370、9335、9361一路空下来280点。这个礼拜，从12月26号9106多，12月27号，10:109115再多来。连我们赖的团队自己亲眼见证，12月26号9106多，12月27号10:18，大户筹码昨天9106转多，今天呢9115再度向上翻多，26号9106转多，27号9115再度向上翻多，来，还记得26号27号发生什么事吗？台股成交量缩到只有300多亿，很多人告诉你没有量，没有价，新低量，新低价，还要跌，还要跳水，还要放空。很抱歉，大户筹码12月26号斩钉截铁，8:46一开盘9106多，27号10:109115还是多。到今天呢，全国投资人176点呐、啊，一口又是将近多少？将近30000了，你十口又是30万，光是这两个礼拜，连我们赖的团队投资朋友都好了。16号9370转空，一路空下来，送你280点。
从16号一早9点钟告诉你9106翻多，27号9115再度翻多，到今天又快要200点，这一来一回空下来280，翻多170，你告诉我多少点？400多点了，400多点，一口都8万了，来，我讲过，所以张老师今天是把好的工具跟大家分享，我希望大家拥有的是一套专业的工具，而不是每天跟你的老师在那边猜谜晚会，在那边猜多空，你要猜到何年何月。那电脑程式最大的好处，凡走过必留下痕迹，多空不是张大文说了算，就像血压计的概念，你今天到医院，血压是谁讲的？医生讲的吗？护士讲的吗？不是，为什么？血压计，专业的工具说了就算嘛。来，全国投资人，这个礼拜从12月16号一早8点46分，9106多，来导播，9106翻多，请看一下，凡走过必留下痕迹，凡走过必留下证据。12月26号，所有大户筹码的用户，请你亲眼做见证。8点46分。台指期货才刚刚开盘，第一盘9106大户做多，你会去放空吗？所以赵老师希望大家好好的珍惜这么一套好的专业的工具，你不去珍惜它，每天要去找那些神医啊，去帮你占卜，去帮你猜未来，去猜以后多空，有的还要自己算，你要算，需要你算吗？你只要打开大户筹码的工具，26号一早8点46分，9106大户做多，就这么简单了。到了27号10点10分，9115再多，来，在哪里啊？再亲眼看一下，对不对？26号9106多，来导播，这里左边，26号开盘9106多，到了27号9115还是多，来，时间。所以今天已经进化到程式交易的好处，就是时间、方向、价位清清楚楚，不要你去算，不要你去猜。27号10点10分，9115再度翻多操作嘛？你要猜吗？不要你猜嘛？最精彩的，对不对？28号，对不对？一开盘8点48分呢，你有没有很感动啊？8点48就告诉你多空的讯息，哎，这么珍惜的讯息你不去珍惜它？8点48，哎，在哪里？来，在这里，28号，一开盘9106，来，时间价位几点？不是搞到11点12点才告诉你多空啊？那还要讲吗？一早8点48分，讲很不客气，绝大部分99%的投资人还没睡醒啊，还搞不清楚多与空。所有大户筹码用户，28号一早8点48分，9116已经斩钉截铁告诉你大户再度翻多嘛。当天8点48翻多之后，你赶快跟上，当天一口气急拉百点了，啪冲上来，有没有看到？你有没有很感动啊？啊？这些给你重要讯息，9106翻多，915翻多，916翻多，这个每天的时间呢？26号，这是8点46，哎，这是10点10分，这是8点48，哎，一开盘定多空，你要搞到每天11点12点才听你老师在那边多空吗？啊？再来，昨天很精彩，昨天主持人记得什么事吗？美国重挫百点，所以昨天台股开盘跳空跌哦，对不对？昨天台股开盘也是跳空跌哦，对不对？哎，跌下来，全国投资人自己用肉眼看，昨天跳空大跌，9179再度翻多，来，时间，昨天9点29，美国重挫百点，大户筹码开盘跳空跌下，但是9点29，9179大户再度翻多。需要你去算吗？每一个时间价位清清楚楚，从12月26号9106多，27号9115还是多，28号9116还是多，29号9179还是多。全国投资人，今天张老师是把大户筹码程式交易一个礼拜的操作公开给你看了，这不像你的老师断章取义，你老师敢给你看吗？
啊，一个礼拜连续剧啊。昨天美国大跌百点，台股跳空杀下来之后，到了9:29，9179再度翻多，一路多。来，今天精彩的时刻又来了。所以今天你拥有大户筹码，你不需要，对不对？你不要说张老师你很准，这跟我无关啊。今天你拥有这样的血压计，血压高低，对不对？大户多空，你比任何人跟大户同步嘛。今天一早发生什么事啊？邱总，今天一早做多做空，你告诉我，今天所有大户筹码全国用户一起做见证。今天12月30号8:46，一开盘第一笔9215再度多，你要去猜吗？这一个礼拜以来，从26号开盘8:46，9106就是多，27号915还是多，28号8:48一开盘916还是多，昨天9:299179再翻多，今天8:46啊，9215还是多啊，啪一口气再急冲到9282，你告诉我，所有大户筹码全国用户，这个礼拜你手上拥有大户筹码，每天的多空你跟大户第一时间掌握大户的动作，从9106多，9115多，9116多，9179多，今天一开盘8:46，9215再度翻多，攻到9282，全国投资人，这一个礼拜你跟着电脑程式轻轻松松的又掌握到这170多点的行情啊。那今天拥有大户筹码，这个礼拜你会跟那些老师吗？跟老师每天预告跳水放空，每天预告跳水放空，每天在猜，结果呢猜错了，又赔了快200点。好的珍惜，好的把握，好的东西时间有限啊！还是我跟大家讲，今天是最后一天的 ending， 最好的珍惜。你不要说一月以后，哎，张老师电脑程式找不到了啊！你不要怪我，好不好？那好的，同样的，还没有拥有我们大户筹码，也欢迎你赖例如打入 ID 小老鼠 ZCZ709EF， 小老鼠 ZCZ709EF， 你同样可以掌握到大户筹码盘中重要的讯息，跟我们一起分享。好，我们先休息片刻，想掌握更多投资讯息，广告之后马上回来。